你这里会放别的家具吗？我的房间跟实况间是分开的，因为当初装潢的时候，他们建议我分开会比较好。那你自己需要除湿机吗？因为我家那边比较潮湿，一个礼拜要除2到3次。我觉得除湿机还好，但我蛮需要一台空气清净机的，因为主要是我家有养猫，然后它之后肯定会进来跟这边跟大家玩，然后我会对猫毛跟灰尘过敏，所以我蛮需要它的。灰尘，感觉蛮需要的。那如果你女朋友今天想要买一个家电，但你觉得还好，你会跟她 AA 制还是？我觉得，假如是我们今天有提到的，就是日常生活上，或是咖啡机。那都可以，我自己出没关系的。哇，太棒了吧！怎么这么好？干大众，干吧。那我们今天看的都差不多了，应该都想好了吧？对，要买的东西。没问题。那我们出发去店里吧。你带你过来，你看，你看。如何？好棒哦，真的好棒的！你看到咖啡机就开始笑了。真的，你只要买粉就可以泡了，就不用特地跑出门了。而且现在还有那种胶囊式的，这种懒，超适合你的。这个真的要买一台回去放。其实我对咖啡也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它那个咖啡豆的味道非常香。对啊。对，说不定自己买上去，我会自己喜欢上。那假如这个价钱大概5-6千，你女朋友想要，你可以买给她吗？肯定是可以的吧，直接他妈整个大众，你懂吗？好吧，早上起来一起来一杯甜蜜，喝个咖啡怎么样？哇，买了买了买了，太爽了，转身陪在你左右，你不怕一切的错，也许我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会发生。我的天我喜欢你啊，就这样吧，拜了。这不是好同事是不是？算了。我以为终究你会慢慢明白，他的心已不在你身上。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。